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八大吉祥》，表演者孙九方、马肖荣。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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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谢谢这位激动的女人。哎，刚刚都这么鼓掌了。谢谢。这是做广播体操呢，这是。两岸猿声啼不住啊！猿声啊！刚才二位给您表演了一段，对，这节目啊是一个传统的段子，没错，叫做夸住宅。哎，这段，哎，朋友们来的也特别的茂盛啊。哎，什么叫茂盛？来的人很多，都是叶子，人们来的人很多，对，很人很多，心里边挺开心的，很激动，因为我们呢，这个德云九队，哎，我们也是刚从这个南京回来，没错，前段时间呢，我们出家了，到这个出家了。您这毛长得够快的，走出了北京这个家吗？这是出差，出差了，有差事啊。其实刚一回北京啊，今天这一演出，我其实心里边还是有点难过的。怎么难过呀？因为我有点舍不得南京。是吗？啊，哦，我也舍不得南京，对吧？南京挣得多呀，这是一点原因啊。最重要的什么呀？什么呀？我呀，其实跟南京有一点这个情愫在里边，有点渊源。有什么渊源呢？我的根儿在南京。哦，您的根儿在南京。是我的根儿，不是我的根。我的根儿在南京。我就重复一下，至于吗？啊，因为怎么就我父亲他的老家就是南京。哦，您父亲老家就在南京。对对对，那太有渊源了。他是三十多岁，小四十的时候，然后到了山东嘛。哦，生活，我出生在山东。是，所以他前30年来说，他的这个籍贯，就是祖籍啊，和他的职业跟南京都有特别大的一个渊源。就是您父亲干什么的呀？我当初啊，这个我问过我父亲，我爸爸在南京啊做过鸭子。对，后来呀，他呀就是。可以呀，你们家庭可以。我说三四十岁回到山东啊，干不动了，是不是？什么叫干？身体不行了，对不对？这有什么可乐的吗？这位大哥，我说实话，我爸爸当初就在南京做过鸭子呀。对，哎呀，不要歧视这种行业，对不对？哪个行业都一样，对不对？都是血汗钱，对不对？这么的，是血汗钱吗？身体啊什么的都得锻炼。锻炼身体，吃的是一口青春饭，对不对？就我知道啊，做鸭子，对不对？不是，他干嘛？你可能误会了。什么呀？不是，我说做鸭子，对，做叫酱鸭。你爸爸是个倔强的鸭子，给多少钱都不从，这没有职业操守啊，这个。不是，我那有比如说女性啊什么的，哎，看见哎，哥小哥哥来玩会儿，给你10万，不去，20万，不行，100万，不可以啊，不要，我是一个倔强的鸭子，叫鸭子。我就不去。兄弟，你是不是被侮辱过呀？怎么？你说的吗？你说的不是烤鸭，知道吗？爸爸玩的真刺激，就这个还不是这还在那儿烤？你先等会儿吧，咱这上台聊什么呢？这是，我一直跟着您聊呢。你没跟着我聊，兄弟，我说的是家禽界，你说的是娱乐界。我说的是我爸爸在南京做过鸭子，你说的是我爸爸在南京他妈当过鸭子。聊什么呢？我跟你在这儿，你说做鸭，我以为就是当鸭子。怎么没有啊？这差了个大大的呢。是吧？那你要这么说，全聚德成什么了？那成？没有那么多事。你说是吃的，是吧？对，大伙儿这您去过南京都知道，南京的特产头样就是鸭子啊，对，鸭血粉丝汤、鸭脖、鸭爪、鸭肠，整个鸭子它在南京有多道的加工手续能变成这个吃物。对对，我是听说什么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走出南京嘛，对吧？你爸爸能活着出来不腻。不是我什么？你不是你们就我不知道，这昨天我一天没演出，你都经历了什么？你就让我感觉到，哎呀，我这是叫
你这么说啊，我都怀疑我爸之前在南京到底是干什么。您说话您就得说清楚，做鸭子我说的很清楚了，你把那吃字带出来啊。对，你说的吃的那些。后来我是这个出生在山东吗？啊，就在山东。对啊，对，我也琢磨呢，在哪儿不能当鸭子，非得去南京哪一阵啊。我后来在这个山东啊，我是2011年的时候啊。怎么样？2011年来说相声。哦，在北京。对，嗯，但是我来北京，我爸当时极力的反对。哦，想让你当鸭子。不，那怎么反对？来，你们这么张口鸭子，你说的我都激动了，我都。干嘛？你要挣钱是吧？他本来是想让我干嘛呀？干嘛呀？从事一份文职工作。文职工作？再说文职，怎么突然间这么？怎么就文职工作？说相声，也说相声，因为本身我爸就说，你们别说相声干嘛？说相声也挺。2011年那会儿相声不火呢。那时候还稍微差一点，对吧？对，不如现在。对，他说你这做个文职去多好啊。哦，没有拒绝。哦，我是没有啊。哦，我决然的拒绝了。哦，你也是很倔强。对，拒绝然的拒绝了。嗯，其实来说呢，我小的时候啊，是对于这个文字啊、文学呀、就这方面文字方面呢，还是比较感兴趣一点的。是，说相声也应该这样，对吧？对，没错。词汇量的问题，嗯，这是第一样。好，你看我小的时候啊，嗯，我爸爸这么说让我做文职，不是没有原因的。哦，怎么着？小的时候那会儿，2-3年级的时候，嗯，老师这个教我们那会儿就接触古诗了。没错啊，啊，一说古诗，嗯，那会儿我就喜欢4-6-8句的东西。古诗，哎，对，你像现在我平时在台上老说的4-6-8句，万水千山总是情，了解芳芳行不行？哦，这4-6-8句。世间哪有真情在，孙九芳你爱不爱？这也不是诗啊，这自个儿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有感冒。哦，明白了吧？那感冒你赶紧治治吧。比较感兴趣。对，那会儿那个小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叫《木兰辞》，知道吗？啊，这太知道，背诵全文这个。对啊，然后后来老师在上面教，咱们就在底下改。改，哎，这玩意儿怎么改呢？唧唧复唧唧，对，木兰开飞机，开的什么机？波音747，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有飞机。小的时候喜欢这些东西，就是自己创作。豆燃豆干啊，豆在锅中喊，都是一个爹，为啥要杀俺？东北的人，朝辞白帝彩云间，你去跑到小河边，小李飞刀一瞬间，你变成了小太监。对，这玩意儿扎的够准的，你这个。还有那个，还有什么呀？那个有首诗叫《咏鹅》。咏鹅这1年级就学。鹅，啊，曲项向天歌。对，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是，这1年级、2年级学这个，嗯，老师教，底下改，这怎么改的？学一首这课文叫做《闰土》。啊，《闰土》知道。写一首诗，能诗。咏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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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知道，哥哥，咱们喝一杯水，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吧？你说的那叫绿茶。在绿茶这方面，我比你精通。我是82年的龙井，怎么讲？老绿茶了。你们咏茶吗？茶，这闰土里边的一个动物嘛，一个反犬旁，一个调查绿茶。哦，偷西瓜那个。对对，查查查，半夜偷西瓜，遇到了闰土，反手一钢叉。哎呦，反手一钢叉。房价后来涨了。对，2014年、2015年就是房价涨涨的。对，我在咏房。咏房怎么咏？房，价格一直涨，你要不买房，没有丈母娘。对，还真现实，您说的这个。好多诗啊，都这么改啊。是吗？都这么写。还有，小时候还有一首诗，什么呀？这个叫《父母暗杀》。小时候咱学都是正能量，怎么还有暗杀的事儿？是改的。小学那会儿小孩都那么改。怎么改的？头一句叫慈母。慈母什么？慈母手中剑。剑。慈母手中线，不改剑了？你说的那是正版。哦，那我听你这盗版。慈母手中剑，啊，剑，逆子身上披，哇，1秒12下，剑剑出暴击。父见子未良，掏出七匹狼。后心凉，心飞扬，一节更比六节强。王中王，火腿肠，果带母爱喜之郎。喜之郎不一般，马可波罗提斯砖，能接墙，能接地，大力才能出奇迹。什么乱七八糟？这里边全是广告啊！
这些小的时候，那会儿就对这个文字啊，词藻就特别感兴趣。是，您现在对这商业广告也很感兴趣。哎，哦，会这有些东西。现在啊，现在怎么着？词汇量咱先不用说了，嗯，最起码相声演员在文学造诣上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的。就您，哎，你后台啊，后台的德云九队啊，朋友们，孙九芳哦。我在德云九队就算是高学历的，您高学历？对了，什么学历？初二。初二，初二是高学历，我真的就算高学历了。不是，你还算什么高学历？您甭跟他，你没跟在后台聊过天呢？怎么了？大学生有的是啊。嗯，你跟前我就是大学生。大学生？对呀，我虽然没有去过大学啊，我没有去过大学，没去过大学。我以前大学生啊。是个什么东西呢？什么东西呢？不是上完初中，上高中，上完高中考大学。我大学本科毕业。哦，那我听说过。对，大学本科呢。几年来着？四年。四年。对，在家里边读四年。在家里边干嘛？在哪儿？大学。哦，我想起来了，他们有学校，我们九队经常探讨，哎，你说大学生一般都在哪儿上课呢？我们都不懂啊。大学教室上课，教室都一样啊。你住校吗？住校啊。就是大学生活好吗？大学生不了解，我不了解，我问大学生活好吗？你问问你爸爸去。什么？我不知道。我爸，我上没上过大学？我不是，我问你，大学生活好吗？大学生活好，对啊，你也这么断句，我就这么断句，我就说大学生活好吗？别，我没问题啊，我就那个意思。我听有点大学生活好吗？就是我没断啊，我没断句啊。断先说大学生活好，好，活好，生活不错。好，对，可以，不要瞎想啊，我们这文明的相声，真的，我这话落在文字上毛病都没有，没毛病，没有。我要为大学生活。好，太棒了，你那会儿住宿吗？住宿。哦。嗯。大学这就大学本科，本科。对。哪个学校？河北外国语学院。这什么专业？汉语。你看这大妈的。我都看见他脚后跟了，你知道吗？嘴里边有脚后跟的。这么笑的，不是笑我干嘛呀？怎么的？你是不是投错胎了，兄弟？什么投错胎？我学的播音主持啊，播的就是汉语、汉语言文学，这我都学呀。哦，汉语这我这汉语言文学。对呀，哇，那咱俩可以交流汉语言文学呀。没错，它不是汉语文学，汉语言文学。对啊，这语言都有技巧的，是吗？没错啊，就是古诗词我们也学啊，也了解。对呀，可以，怎么着？闲没事你哪天吧？啊，你去我家，去你家干嘛？鼓捣鼓捣你，你，我不禁鼓捣。什么叫鼓捣鼓捣我呀？不是，把玩把玩你，不是在文学上干嘛？在文学上，微信那个。不是对吗？什么话？什么叫交通沟流？人与人之间嘛，不是我跟这个姐姐，我们俩一聊天，这交通沟流。肯定叫你，人家不是交通沟流一下吗？不是你这，那叫交沟通流。交通沟流一下，不是交流沟通通一下。交通一下，就是咱们探讨，对不对？对，就这个词儿你都说不出来。对，探讨的，咱甭上词汇量太丰富，查住了，查住了，什么查住了？我甭上您家了。哎，咱现场来一回呀。在这儿吗？咱现场，咱通不是那个，咱交通一下。对对，这交通一下，交流一下，可以吗？现场来一回。行，咱现场当着各位啊，咱俩做一回诗。哇，现在就作诗，当时就做。坐哪哪诗？坐哪？咱俩现场尿了是吧？干嘛？咱们这画地盘是怎么的？作诗不是作诗，写制作。
写诗，写诗，念一念诗，即兴发挥，汉语言文学也算。对了对了，可以。那个，我出个题目啊，咱来一回叫八大吉祥。哦，这个题目我可能有一点小问题。那什么？什么问题？什么叫八大吉祥？我给你解释一下就好啊。八大吉祥，咱们说的嘛，八个字儿。哎，天桃林海，灯年香八。哦，拿这八个字儿起题作诗，每一个字做一首诗。对了啊，这诗有讲究。什么讲究呢？要把这个字儿拆开为两部分。一个字儿能拆为两部分，那它为什么叫一个字儿呢？去去去去。这我怎么给你解释？不是，这一个字怎么能拆成两个？我给你讲，比如说这个天字吧，天字一和大就是天字啊，一个字儿把它拆成两个字，对，切成两个部分。哦，明白了吧？明白了。哎，然后呢？这首诗里边还要找出三位古人。古人，对了，这三位古人同朝同代说得上话，这个要求对。格式呢？是谁问谁？哦，问谁？问谁？干嘛去了？干嘛？回答出这个问题来，而且最后一个字儿还要回到起题的这个字儿上。扣题，明白了吗？没明白。没明白。干嘛？我这放屁呢，是吧？哇塞，那你这拿着大饼跟我说话呢？什么叫你这放屁呢？不是我解释。哇，那你这个屁股表情好丰富啊！要不要蹂躏我的脸，知道吗？什么？不是，什么叫放屁呀、啊？不是，我这给你解释够清楚了。不是，嗯。你这么一讲啊、嗯、我也是第一次跟您各位一样听到这个题目。哦哦，你这么着，怎么着？你给我们打一个样，就是我先说一个好不好？那完事您照我这来，我照你这个来，可以吧？可以吧？咱第一个字就是天。好，先说这天字。天字能拆成一个大呀？对呀、啊嗯、第一句就点题了，这是一大念个天，是第一句。哦，就这么拆，就这么拆就行。那第二句呢？第二句 啊， 啊，又要找古人。古人，吕蒙问孙权。哇塞，这俩是哪三国的古人？哦，吕蒙问孙权。哦，这是三国的故事。对了，三国。哦，嗯、吕蒙问孙权。第三句是关羽哪里去？这仨人还真认识。哎，同朝同代说得上话。啊，关羽哪里去？这是问谁？哎，对。那他哪儿去了？麦城宾了天。哟，麦城，嗯，关羽走麦城，对，这是最后一集啊，哎，败走麦城，对吧？对，关羽的最后一集。哎，您注意啊，杀青戏，是，他是什么？他这就结束了。你看啊，麦城宾了天，天字起，天字落。哦，您注意了吧？走了，这是这规矩，可以。我这诗说完了，该我了，该您了，听我的啊，来，一大念个天，谁问谁？没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特押的天，没问题吧？是没问，不用拼音，小时候学过呀，都知道。小时候学过，谁问谁？是一大念个天，谁问谁？是，你别着急，我给你。我叫古人，三个人还得认识啊。对，一大念个天，谁问谁？豪仙。问陆仙，不是咱说的是古人，你这个笑容，这俩人是古人吗？古人呐，这豪仙陆仙谁呀、啊？你看，咱们老看书，包括电视剧，有这么一个故事情节，什么呀？《白蛇传》。哦，对，《白蛇传》，《白蛇传》说的是两个主人公，哪俩？一个是白素贞，对，一个是许仙，没错，许仙大家都知道，嗯，姓许名仙，字三多，许三多这个人名，许三多，反正你要那个西瓜豆，把西瓜拿过来，你行了，什么的，不是士兵突击呀、啊，许三多，不是许三多，字汉文，许汉文，这两个主人公啊，这两个主人公是怎么认识的呢？怎么认识？杭州西湖。哦，对，游湖借伞，没错，对吧？是我问豪仙鲁仙，别着急啊，我给你介绍这故事。是您说说，两个人相识了以后呢？嗯，有一天怎么着？这个许仙去烧香寺，就是去烧香寺啊，烧香还愿的时候。是烧香寺还干嘛呢？烧香寺，什么寺？不，我也不忘了是什么寺了。烧香寺哈，就反正就是寺庙里边烧香，反正去一个寺院去烧香还愿的时候，嗯，这个寺院。的老禅杖就给他拦住了。哦，老禅杖，那你先等会儿啊！就在这个表演情节，你作为一个捧哏演员，没有听出问题来。哪儿问题？
这个寺院的老禅杖把他给拦住了。对，寺院的老禅杖谁呀、啊？什么叫老禅杖？如果我这句话不加这个包袱的话，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寺院的老方丈给他拦住。我不太了解这里的事儿，你知道吗？我真不太了解。这么着吧，我给你一次表演的机会，好吧？你们就现在啊，忘记这个环节，忘记这个环节。那么咱们现在重新给燃烧我的卡路里啊！谁说的？这是燃烧啊！这么着啊，咱们再表演一回。来。原谅他，因为他父亲没有做过鸭子，跟这不说挨着啊，那不是我不了解这事儿。去这个烧香寺，烧香寺，去烧香寺还愿，嗯啊，这个烧香寺的这个老禅杖，什么叫禅杖啊？方丈。你还知道你问我的是什么问题吗？我给你回忆回忆，你是想问豪仙跟陆仙是谁？因为我不说，我怕他们也忘了。我真忘了。不是啊，豪仙陆仙是吧？对，是您说吧，您说吧。我再问你个问题啊，你知道我讲的这是什么故事吗？白蛇传。这个老方丈啊，方丈就把这个许仙给拦住了。拦的是许仙、嗯、对，把他拦住，拿禅杖拦的了。哎，就想把他拦住，盯住。对啊，因为这个方丈啊是有神通的，大伙都看过是那个白蛇传。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你看等会儿，这怎么这味儿的？这位使徒聂蒿。使徒还是来自山东省滨州市的和尚，哦，俺的法名叫做贺春儿。哎，刚才夸出来那个叫刘贺春儿，清教班贺春儿长老。哎，不是法海吗？如果用俺的神通没有看错的话，嗯，你的娘们儿他娘的是个妖精。这么难听，他这么一说啊，许仙当时就生气了。那还不生气？你娘们才是妖精呢！你娘们全家都是妖精。对，阿弥陀佛，俺没有娘们。对，他是方丈嘛，对，和尚。施主，嗯，你要是不信的话啊，俺这里有一瓶神酒。什么玩意儿？神酒。神酒，对呀，还得带个翻译。神酒，哦，神酒，你把这个神酒，嗯，给你娘们喝下去。什么娘们？说话不干净的。就是把这个酒给你的女人喝下去，让你的女人喝下这瓶酒。你还是倒口吧，你看这更切，让你的女人。你娘们就现出原形来了。你的女人就现出原形来。这个方丈说完这话之后啊，嗯，其实许仙也是将信将疑。这玩意儿谁信呢？谁能信这个呀？就是真的吗？真的吗？你说的都是真的吗？这还不信呢？你难道不是推销药酒的淫僧吗？许仙将信将疑，就把这个酒啊，就拿回去了，拿回去了。哎，哦，五月初五端阳日，是伯娘子误饮雄黄。好，两个人吃饭饮酒，嗯，白娘子把这酒拿过来，嗯，啊。这要接客去是吧？
相公。哦，他有相公。干嘛？身上好烫啊！好热呀！这给的什么药酒啊？这是。季秋，那贺春就是个淫僧，知道吗？不会是春酒吧？贺春就得给春酒。相公，嗯。我去床上等你。这个原著里边是这么写的，是这么写的吗？是这么写的，哦，真这么写的。白娘子就入了罗帷。哦，对对对，睡觉去了。入罗帷。许仙呢，心想这过节那就吃两口吧。对，滋儿都一会儿，咱娘们都这样了，还有心思吃呢？滋儿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哦，吃完以后扭回身来，往这罗帷当中一看，怎么样？就看这床啊啊，浑床上下这么震动，浑床上下。对呀，啊，你不能说浑身上下呀，就是整个床都动，就跟地震呀，做这么大动静，震动，当时给许仙吓坏了，我吓死了啊！一个人也能玩这么嗨吗？这是原著写的吗？这是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呀，啊，不明白。许仙跳这罗帷往里边一看，就发现白娘子变成了一根大长虫。许仙，就晕死过去了。哦，那个晕死，这就晕死过去了。酒后现原形嘛。啊，没错，啊。现了原形之后啊，知道你问的问题是什么吗？嗯，你啊。好仙渡仙的，好仙渡仙，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别着急啊！醒了之后一看，呀，把自个儿相公给吓死了啊！于是得救许仙，对，救他。现在上哪儿去救啊？去哪儿啊？仙山稻草。哦哦，偷取灵芝。哦，灵芝仙草。灵芝是在天上，嗯，不是凡间的这个凡物啊，必须要有神仙看守。哦，有这么两个小童子，是这两个童子，一个是仙鹤变成的，嗯，一个是梅花鹿变成的。哦，他们俩多年成仙，所以说一大念个天，豪仙问路仙。反正这俩孙子在这儿呢。对啊，合着说俩古人，你这玩意儿俩边缘人物，这是不是边缘人物？豪仙路仙，谁注意这俩呀？配角也是角啊，这也算这个，这也算呢。豪仙问路仙，豪仙问路仙。谢谢大家欣赏了我的一段讲述啊。哦，我还能记着。没事，不要太尴尬。行，闭嘴吧，这大哥。哎，这是哪儿？我现在一直停留在白娘子那个状态。哦，是豪仙问路仙。豪仙问路仙。问谁？问南极翁哪里去？南极翁谁？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拄一拐棍儿，叮。哦，是寿星老。寿星老。哦，他干嘛去了？哎。跨豪上南天，南天门，豪就是仙鹤呀，哦，上口念豪嘛。对对对，豪仙路仙人都说了，跨豪上南天，跨豪上南天，可以吧？还真行。我要怎么着，我也找着《白蛇传》，这也是古书啊，还真是跟古人。可以，还真不错。行，可以。先下一个字啊，下一个啊，该说桃了。桃，哪个桃呢？听着，就是吃的那个桃啊。听我的啊，木照念个桃。木照，嗯，哦，木照念个桃，谁问谁呢？许褚问张辽，还是三国？还是三国啊！我还得这么跟您说啊，往后句句不离三国。那我句句不离《白蛇传》，你句。行，《白蛇传》有呢，可以吧？有人物啊？行，可以，也行啊！我是句句不离三国啊！许褚问张辽，问谁呢？问蒋干哪里去？蒋干啊，也是文官，对对，魏国的这个谋士。是。蒋干哪里去？哪儿去了？相府献寿桃。相府这是曹操过生日啊，丞相啊，相府献曹操过生日，曹操过生日啊，怎么样？这也是典故，这该我了，该，我说完了，该您了，说一大念个天，哎，桃，一大念个桃，一大念桃，木照，木照念个天，桃，一大念个桃，木照念个天，桃，木照念个桃，木照念桃。那
说对了也当。不是，顺手顺手。木杖念头，说木杖，木杖，对，说木杖念个天堂。谁问谁？麋鹿问仙毫。这俩是谁呀？刚才那俩。刚才那俩不出来一回吗？刚才出来了。刚才是毫仙问鹿仙，现在是麋鹿问仙毫。刚才是他问他，现在是他问他。又问回来了。你跟人家聊天，你们有来言有据啊。你跟人家聊天，你说你好，人家说呵呵，你乐意啊？不是，这还能聊呢，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麋鹿问仙毫。麋鹿问仙毫，问谁呀、啊？问南极翁哪里去？南极翁谁呀、啊？南极子啊，哦、老寿星，奔头大脑袋，拄一拐棍儿，叮！我、哦、还是寿星啊，寿星公嘛。哦，他干嘛去了？三月三赴蟠桃，蟠桃盛会，王母娘娘过生日。嚯！你那个呢？我是曹操过生日。还是我刚一呢。是天人，或者你这高了好几级呢？你这是，对呀、啊，这还能跟我这对上呢？这可以呀，对吧？行行行，下一个字啊，说林了，林，二木念个林，树林的林，对林，二木念个林啊。张飞问赵云，哦，问谁去？问黄嫂哪里去？哦，哪儿去了？躲避密松林，又是一个典故，对的。哇塞，哎，成版郭子龙救主，对对对，行吧，听我的啊，赶紧的。二木念个林，谁问谁？你等着，这俩仙儿不要再出来了。好，这俩仙儿别出来了，不是这样啊，对对啊，咱换别急啊。二木念说，二木念个林，谁问谁？豪神问鹿神，怎么又改神了？对啊，刚才是青铜，现在是白银了。怎么这还得升级呢？它段位不一样哦，刚才是仙儿啊，现在是神，现在是神，对，现神比仙要大一些。哦，这还能升官呢？对。好嘛，又神了。神那问谁？问南极翁哪里去？南极翁谁呀、啊？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拄一拐棍儿，叮。这怎么又是他？他干嘛去了？这去哪儿了啊？啊，去，去找林林林去。李云林谁？李云林哦，说相声的一个人哦，说相声的啊，这林字嘛，林字最后一个字，行，有点勉强，你没了，哎，不，这怎么不勉强啊？这是我生活当中的人呢，是，对，好行，嗯，咱下一个字啊，林呢，林，该说海了，张九林也可以啊，张九林，你这把全是说相声想起来干啥呢？海，水美念个海，谁问谁呢？周瑜问黄盖。问谁呢？问孔融哪里去？孔融啊，孔融在四亿年前就已经灭绝了。孔融不知道吗？孔融，霸王龙啊，翼龙啊，黄九龙啊，在四亿年前呢，才就已经灭绝了，知道吗？尤其是最后这种龙呢，你知道吗？这周好像还在演出，你知道吗？黄九龙不光是那个，这样也可以啊，这行。不是孔融，不是孔融吗？孔融。孔融，融四岁让梨。哦，孔融四岁。哦，知道了吧？哦，你干嘛你？哦，我这知道了吧？孔融嘛，孔融，孔融让梨，这故事我能知道。大宋朝文献博，幼儿教育惯学父之优之知吗？嗯，对。后边什么来着？我忘了，就是看孔融四岁让梨，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对，是不是？啊，就说的什么故事呢？啊，就是孔融有一天在家待着呢，待着。哎，这个时候他爸和他妈就吵架打架了，孔融特别的生气，你俩能不过不能过就离。孔融让梨。孔融那时候才四岁，让梨吧，梨吧，什么玩意儿？他就充当村口大妈的角色了，是吧？能过就过，不能过这梨，不是这意思，让的吃的那梨，梨吃的那梨，这反正都是梨，不是，孔融让的那个孔，我知道，孔融哪里去？孔融哪去了？少居在北海，北海公园，不是北海公园，北海太守。北海太山东威王那个这个太守是一个植物对但是北海相北海对少居在北海该念该我了对说水美念个海你先再等一下那个仙儿虽然说没出来啊但那神儿也不要出来
好，可以可以，行吧，谁也不要出来，让他们俩自己出来。对对对，谁哪念的海？谁问谁？豪仔问鹿仔，怎么又改崽子了？你不是不让他俩出来了吗？是我没让出来，怎么崽子出来？他们俩闲着没事，他们俩看着灵芝啊，这一言二语啊，就聊出感情来。哦，这还能聊出感情？聊出感情来，于是两人呢就进行了不可描述的行为。哎，然后呢，然后他们就有了崽子了。哎呀，啊，就是豪的崽崽问鹿的崽崽，豪崽问鹿崽。黄仔又入宰了，那问谁呀、啊？南极翁哪里去？南极翁谁呀、啊？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拄一拐棍，怎么又是他呀？这大脑袋吗？他又干嘛去了？漂洋去过海，这老头哪儿都去。这老头行吗？行，我感觉你有点凑合的。我不凑合，全是这几个人呢。我这答案不能变呢。德云社找王海，这也可以。找他干嘛呀？这是师傅经纪人。哦，嘿好，这还是个金主爸爸，这玩意儿。行，下一个字吧，该登了啊。观牛海也行，对对，观牛海，我甭找就行。谁都有点凑合。灯，说灯这字啊，灯，火丁念个灯。那灯啊，对的灯，火丁念个灯。谁问谁呢？马岱问孔明啊，问谁呢？问魏延哪里去？魏延去找司达叔了。这是。因为你有魏延，你就得用司达叔，你知道魏延找司达叔去了。你有魏延，不能找魏必知，因为魏必知，魏必知，魏必他能知，对吧？对，不是，那要不是魏病，魏必知，不是魏延，咱还是司达叔。哦，魏必知，你等会儿，不是那个、这个魏延，魏是蜀国的一个武将，魏延有魏延，不是他有魏延，他的名字叫魏延啊、魏延哪里去？叫魏延嘛，也有叫他，对，也有叫魏延的啊。魏延哪里去？哪去了？闯灭七星灯。这一集诸葛亮死了，对，是不是？对，卧龙归位啊，对，五丈原，五丈原，该您了，该我了啊。对，特别期待我自己了。你等一会儿，我再重申一遍，神儿没出来，神没出来，仙儿没出来，崽子也不要出来。崽子这期不崽子要出来，掐死这把超哥俩出来，大笨蛋，限号吗？你说干嘛？傻子，你还出来嘛？告诉你别出来了，崽子再出来掐死了。火丁念个灯，谁问谁？豪童问路童，那没掐死了吧？这一集崽子长大了呀！是，孩子长大了，崽子长大了。孔豪童问路童，全是连续剧呢。这豪童，那问谁呀？南极翁哪里去？我就知道。哎，他干嘛去了？4S 店换大灯。换大灯？他不骑着鹤吗？他哪有车呀？这鹤今天休息了。啊，这鹤限号啊！4S 店换大灯。换大灯，你真能揍！这一部《白蛇传》。换到你是一人生，我这是按韩剧那么设计的，又臭又长。我还不信你能编出什么词儿来，我来不来吧？这下一段儿连这个节目，下一段该连了啊！来吧，来八个字儿的，车走念个连啊，大连的连，对，大连的连，车走念个连，对，谁问谁？吕蒙问孙权，问谁？问张啊！就不对，怎么了？我抓了你破镜了吗？不对，什么叫破定啊？就是有错，那叫破绽。你这儿也能看见定？不是，你老背我屁股干嘛呀？我看见破定。不是你哪儿破绽？我哪儿有问题？朋友们啊，你刚才说什么？车走念个连，谁问谁？吕蒙问孙权。刚才一开始一大念个天，谁问谁？吕蒙问孙权。一大念个天，吕蒙问孙权。嗯、车走念个连，吕蒙问孙权。吕蒙跟孙权，你出来两回了。哎呦，我没能耐了。对，吕蒙孙权出来两回了，多新鲜啊！你那大脑袋出来800多回了，我说什么了吗？那你能跟我一样吗？废话，我关键后边不一样啊。哦，这规矩是可以后边不一样。多新鲜，后边不一样就成。哦，后边不一样。对，车走念个连。谁问谁？吕蒙问孙权。问谁？问张飞哪里去？啊，这不一样了吧？不一样，谁干嘛去？三马并相连。啊，战吕布。对，三英战吕布。可以吧？该我了。后边不一样。该我了。该您了。该我了啊！听我的啊。说车走念个连。谁问谁？豪仙问。这不一样，后边不一样。问南极翁哪去？这后边不一样。开车去大连，就一句不一样，那也不一样。你说的后边不一样，这人真矫情吗？我后边不一
呀！你这跟我对付，拿着仨人跟我对付半天了，你对付六个字了都。后边不一样。后边不，你说后边不一样不一样吗？你这太能对付了。那下一个，下一个，真麻烦。香，俺那香了。香，说何日念个香？谁问谁？鲁肃问周郎。问谁？问刘备哪里去？哪去了？甘露寺去降香。这什么故事？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了。对了，娶的是孙九香。孙九香，孙九香，我大胖娘们呢？干嘛呢？不记得孙什么香？孙尚香。上香，对，上香，对对，孙尚香，对，好了，对，该您了。何日念个香？谁问谁？等会儿，我告诉你，侯、陆、神、仙儿，什么崽子、童子，都不能出来，再出来弄死你，对吗？不能再对付了，换。他也不让他俩聊就行了吗？不让他俩聊，他俩别出来，不聊了。何日念个香？谁问谁？豪帮问陆帮，怎么又改帮了？群聊，群聊，就这帮跟那帮聊，他们不涉及到个人问题，你知道吗？不，又该一帮一帮的。这次我问的不一样啊！问谁呀？问寿星老哪里去？这不还是他吗？寿星老哪儿了？洗澡擦香香。对，这老头都臭了，你看。还洗澡擦香香的，听说最后一个字了啊，八个字了。对了，说撇儿捺念个八，谁问谁？唐僧问白马，问谁？当啊！别他妈一惊一乍的，我又抓着你破腚子，你别老逮我屁股行不行？破绽，这里也能看见腚。行了行了，你哪有错哪有错？第二句的时候，添桃字的时候，他就说了，我说句句不离三国，句句不离三国。对，这儿为什么改哈利波特了？哈利波特。你这是哈利波特，那什么？这是这西游记，这为什么改西游记了？我改是为了让你也改。我凭什么要改？你必须改。我白蛇这玩很嗨。不是，我有点烦那哥仨了，知道吗？他们仨玩不行。我告诉你，猴跟鹿给我送动物园去，那大脑袋瘦的脑敬老院带着去，再出来我一屁股坐死他们，连你一块儿，知道吗？那做出屎了怎么办？做出屎来那好啊，算你加的松啊；做不出屎来，算你加的紧呢、啊。反正知道这是什么娱乐项目？来来，这没事做人牌。但是我的破腚已经准备好了，你来来好好，告诉你，我先说，说完了你必须换。好好，一下子憋死你。把撇儿捺念个八，谁问谁？唐僧问白马，问谁？悟空哪里去？哪儿去了？高老庄去捉猪老八。猪老八，猪八戒。你说猪八戒，最后落到那八上啊？他这是起字儿，对字儿啊？对了，听我的啊，听你的。哎，说撇儿捺念个八，谁问谁？豪彪，豪彪，豪彪，豪彪。豪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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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儿捺念个八，谁问？豪虾问，豪虾，豪豪江，豪换，豪江换。哦，你不是有别的爱好啊？你是不是？不是我找的吗？撇儿捺念个八，豪江问，豪江，豪江，豪江换，豪换。好，撇儿捺念个八，你奶奶问你妈。你奶奶哎，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撇儿捺念个八，你奶奶问你妈。哎，这行，这行。咱说的是古人，我奶奶我妈怎么的？古人呢？我奶奶我妈怎么做诗的手法啊？什么手法？这叫讲筋比骨。那是抬举我们家。对呀、啊。那往后句句不离我们家。还句句不是你们家，你是你们家家人，得说你们家好啊。是吧？对对对。行，那我听着。行行，你来来来，说撇儿捺念个八，谁问谁？你奶奶问你妈。问谁？问你爸爸哪里去？哪儿去了？河边当王八。我去。